太紧了，卡住。卡到什么上面？你看。我等一下抱你，我先把弟弟放进去，等一下我再抱你。那我们在讲什么？睡觉，你就赶快。翻译一下。翻译一下。我说一群人都跑来给我们看，这样的。有没有忍耐一下？对。哇！他们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柚皮呀、啊，可能有但一点点。嗯。因为就一点橘橘的呀，我刚刚讲是白白的，嗯，有可能，嗯，不喜欢吃，好像真的会那个吃蛮干净，嗯。不会啦，这个不会啦，我这个不会啦，这个不会啦，这个不会啦。